好，诸位法师、诸位莲友，还有喇嘛啦这些的类，好，各位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是讲座第二天，谢谢你们在百忙当中还来听闻佛法，请合掌，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，请关旁边的灯啊！我要教各位禅坐。好，请看幻灯片。各位在家居士啊，每当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你的工作都会很辛苦，要面对自己的家，还有面对工作，所以你会觉得身心很疲倦，这是正常的。今天啊，我要教各位禅修，里面加上声音的禅修。在上次 Part 4 的时候，我也有练习过，我会放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可不可以请工作人员旁边两边的灯再关，好吧？太亮的话，啊，后面的白色的灯关掉也可以，好吗？那个法轮的地方关掉，因为太亮的话，其实你是很刺眼，不容易得定的。假如全部啊都关的话，那刚好呢，冷气房就睡眠三昧，啊，下了班刚好在这边睡觉，很舒服的，好，这样比较好，谢谢。谢谢工作人员的用心跟配合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得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，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因，所以你得常常练习。你自己坐在公车上 OK 了，不要再关了，再关就真的睡觉了。中间这个打开啊，谢谢啊。那你必须观自己坐在莲花里，这个莲花就像你坐在椅子上，你在坐 MRT 啊 ，Subway 就是地铁的时候，或是呢你坐飞机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观想。但是观想的时候特别注意，莲花是由你的心显现，所以你可以观红色、白色、紫色、金色，但有一个请不要观黑色。黑色从唯识的角度来讲，或西藏的观想里面，黑色代表恶业。所以你暂时不要观黑的，虽然颜色是空性的，但是它会产生不同的作用。像我呢，就比较喜欢观彩虹一般。那待会你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，像两三层楼这么高，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啊。这张是商业金色的观世音菩萨，你可以选你自己平常拜的观世音菩萨，乃至你要观白衣大士，我是千手观音、圣十一面观音、绿度母、白度母，或者是四臂观音都可以，只要是观音的化身啊。今天先不要观其他的，因为待会我要放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但是观的时候有一个重点，你要观想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各位都读过《金刚经》，你也知道缘起性空，可是你在观想的时候常常是把它观木头的，比如说我们大殿背后非常庄严的，不管是亚克力或雕塑的或是木雕的，你就会把它硬邦邦的想成真的。比如说师父坐前面有一尊铜鎏金的释迦牟尼佛，你想成金的，为什么？你想发财。可是真正观想的时候，不要观硬邦邦的，观硬邦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头晕，然后你就会看到颜色，然后呢你待会呢就是失去正念。其实正确的观应该观它像彩虹一般透明的，不但连佛像是透明的，你的身体也是透明的，莲花也是透明的。注意听，这个观想是来自于般若波罗蜜经，这样的观想胜过人修一劫，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观想胜过一个南传佛教人修一劫。你要观是大乘
空性的，这是跟缘起性空的教法相应。在金刚阵里面，有些观想也会用这样，当然它也有用不同的方法。所以我再讲一遍，要观彩虹一般是透明的，啊，没有实体，为的是不要增长你的执着。否则本来你观想就是要破除执着，结果你因为观铜的、金的，然后就用很用力，然后硬邦邦，其实那只会增长你的执着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就像我昨天讲的，先观想佛菩萨在虚空当中，在头额前方两三层楼这么高。为什么要观两三层楼呢？因为大一点，你的心会比较扩大一点。你看我们平常人，你们我观察到你们在给浪或是呢在地铁或 Chinatown 走路的时候，怎么都是看地板的，看有没有看到捡到100块新币或50新币。你常常看地板，然后你怕撞到东西，你怕到踩到滑倒有水，或是踩到肮脏的东西，所以因为你的心都往下，所以你的心量就这么一点。现在叫你观，目的就是要扩展你的心量。好，所以要你为什么要观两三层楼这么高，广大无边？第一个，向虚空中的佛菩萨祈请；第二个，佛菩萨会放光加持你，可以观金色的或是白色的；第三，观音菩萨，好，一切佛菩萨放光照着你，也照着一切的众生。所以待会我会练习三个步骤。一开始放佛号的时候，你就观想观音菩萨放光照整个新加坡，马来人、印度人、华人、外国人，对不对？全部他都照，就像太阳一样照，他没有分别心的。这个你才会修平等心。今天我会讲一个平等心的故事，很重要。第二个就是我再敲一次的引磬的时候，木鱼的时候，请你观想整个地球五大部洲，连大海里的芸芸众生的鱼都是在大悲观音菩萨的护念当中，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池里游的、水中跳的，都有大悲心的护念。第三个，我在敲第三下的时候会告诉你，观想整个太阳系、银河系、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、无量无边的佛国土、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都有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。这样子你才叫做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度一切众。否则对各位而言，你在拜大悲忏的时候你会唱，可是你并不知道怎么观想吧，对不对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现在背挺直，身体放松，然后我会放佛号，等一下，然后这个是声音的禅修，注意听啊，我还没讲完哈。声音的禅修就是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身体很累，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哎呀，我工作回到家里已经非常非常累的，对不对？已经呢都饿死了，然后冲个凉，那时候你只有想到做什么，躺在床上多舒服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就用这种放松的感觉，现在注意听，你就背挺直，身体放松，跟昨天的工作一样，只有一个不同，就是你心里不要念佛。我不要你拿念珠，注意听，因为你们都习惯了这样子啊，观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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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嘴巴念心不念的。所以我现在要练习你，其实这个方法它是可以拿念珠的，不过现在我要让你知道心的力量很大，你用心去想观世音菩萨，就像想你的妈妈，想你的爸爸，你用慈悲的心像孩子一样想母亲一般去想他。你呢心里放松，然后心里想，然后耳朵注意听佛号。当然你可能会注意跟听的时候也会跟着念，没关系，自然就好。但你不要拿念珠一直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，那这样子会分散你的注意力。答案是要在你的意念还有你的声音让它专注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这样子你就完全放松，就好像进电影院一样完全放松，我就听一个音乐，这样子的心最自然的时候呢，你最容易呢在最短的时间得到力量，而且恢复你一天的疲劳，得到大悲心的能量。好，现在背挺直，
身体放松。光照整个新加坡的国土，一切的众生。你不要期望你看到什么，这是调整心的一个方法。放松，听观音的圣号。诸佛如来的大悲心，我们如何出轮回呢？时候观想观音菩萨放光照整个地球，无量的国家，无量的种族，无量的众生，都在大悲心的护念下而法喜充满。观音菩萨放光照无量的银河系，无量的佛国土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都得到大悲心的加持。就像普门品讲的，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
因菩萨难谋观世音菩萨。好，结束了，眼睛轻轻的眨一眨，手轻轻地动一动，结束了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呢？可能啊，这个方法很重要，我会练习一两次。可能有些莲友听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，流眼泪了。有些莲友可能呢，做的时候呢，觉得心里特别的清凉，这是大悲观音菩萨的佛力加持，还有他万德洪明的圣号的加持。当然你也可以念六字大明咒，所以师父故意选一个很慢很慢的，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的心都非常的急，念太快的话其实你的心不容易放松。有些人可能念的时候也会身体震动，或是呢觉得起鸡皮疙瘩，其实这些都是身上自然的反应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你不用去执着。除非你是有无量劫的善根，我专修观音法门，否则很不太容易在第一次练习的时候你就看到观世音菩萨。但是你若这样常常练习，常常练习，透过禅修，然后呢念佛，有一天你在禅定之中或在做梦当中，你的的确确会见到大悲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的。那必须是你的心要彼此保持在很宁静的清净心，就像宁静无波的大海，它才会看到天上的月影的反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常常练习的，常常保持你的心像清净的莲花，你的真心才会呢真正的显现。真正的智慧是从内心里而来的，而不是从外来。现代的人懂得很多科技，懂得很多电脑，其实那是聪明。现在的人啊，很多年轻人，帅哥美女，乃至于酷哥辣妹，都非常的漂亮庄严，但是外在的，可是他的心不一定很好，他可能会说谎，会欺骗你，甚至不择手段得到他真正要的东西，其实这是会让自己受轮回受苦的。所以训练你的心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大悲观世音菩萨啊，尤其在新加坡，各位的莲友都很喜欢去司马路观音庙。其实司马路观音庙就是伟大的准提菩萨，也就是有16只手，有些有写18只手啊。然后呢说明他的大悲心利益一切的众生。好，各位请翻开讲义啊，可以请开灯，101页，我们请继续看昨天讲的。昨天讲到诸佛菩萨放光是有因缘的，先复习一下。圣人在放光，他是无私的利益无量的众生，这是菩提心的显现。而凡夫放光呢，是我们在禅定中恒常的每天做功课，诵经、念佛、念咒、拜佛、静坐、读经，恒常的调伏自己的自心。你心宁静的时候也是会放光的，那这是心净化的过程。所以复习一下昨天讲，菩提心就像旭日东升的太阳，这是圣人放光。圣人呢，他是没有障碍的，像佛跟大菩萨、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八大菩萨，都是呢道家慈航的大菩萨，他们的所有呢放光呢是无私的。所以当你真诚的去祈求，求观世音菩萨，其实观世音菩萨不会吝啬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又举我母亲。我母亲呢，我今年出家应该是24年了吧。
20年前呢，哎，我就开始度他学佛，对不对？他最近几年晚年非常的认真，他也念六字大明咒，他拜观世音菩萨。可是20年前的他，真是不动明王，如如不动啊，拉都拉不动的。我常常在诵经做功课的时候想，大悲观音菩萨，我蒙诸佛加持，你加持我，我可以为一切的众生演说佛法，我非常的感恩跟欢喜。可是呢，父母的恩德等同佛恩啊，对不对？我都可以帮助很多莲友，为什么你不放光照一下我的妈妈，对不对？在梦中给她看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给她一点鼓励嘛，对不对？见过观世音菩萨的话，你的信愿心会升起的。至于很不幸，我的父亲呢，还是一贯道的点传师，他也念普门品，也念大悲咒，可是他不是佛教徒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一贯道的思想，他也拜观世音菩萨，那就等来生，来生再来生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真诚的去祈求，观音菩萨不会无因无缘而放光，答案是你要从真上缘里面为家人祈求。所以请写下来今天的第一个 Q&A， 请你发愿度你的家人学佛，求观世音菩萨。当然你的家人可能有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也有民间宗教，也有其他宗教，甚至还有印度教跟回教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用去跟他讲。你跟他讲，他只会跟你辩论，老实说你也辩不过他。你修回向，让观世音菩萨度他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个又不用钱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的真诚心，这个真心很重要。还有一位，我在座呢，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放这个伦比尼言的这个朝圣短片，一天我会放一部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早上我剃完头在静坐的时候，我想到很多老菩萨，虽然你很虔诚，好，师父也在祝愿，可是啊，要去朝圣是要有很大的福报，也要很多健康的身体，不是只有钱而已，还要时间。可能有些老菩萨你这辈子啊不一定有朝圣的因缘，所以我就升起一个愿心，让你看短片。看完以后，起码你在80天中，对不对？在冷气房里面看我短片，你家种一个种子，来生你还会遇到贤劫千佛的。对，当然，假如你真正到了8大圣地的话，圣地有佛菩萨的加持，那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。当然回来也不用他说太多的感应的故事，因为佛菩萨加持的力量本来就在的，所以应该发愿求观音菩萨度你的家人。为什么？当你断气的时候，比如说佛学社的莲友，任何一个佛教团体要帮你助念，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快要断气了，已经快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断气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会听到旁边的儿子啊，这个已经开始在吵着分财产了。然后呢，就算师父或是佛友要帮你助念啊，可是你家人说不要，他要用基督教、天主教。那我们家呢不用佛教，我们要道教，然后塞公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凉凉凉凉凉凉。那请问呢，做师父的跟做莲友怎么办？只有退，我们不会去跟人家吵架的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你要自己立遗嘱，请写下来。新加坡也有法律，你立遗嘱，说我往生以后，我的所有一切的财产，我所有的东西要怎么处理，请遵照我的意思，我要用佛教的方式去行火化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的儿子女儿就没有办法改你的遗嘱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也建议华平可以请新加坡的这个佛教徒有律师来讲遗嘱怎么立。不要怕，各位老菩萨，师父很真心希望帮你出轮回。但是你若平常做不准备的呢，要断气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对不对？那很痛苦的，四大要分离，然后旁边孙的阿嬷卖灶啊，哎呀，你的魂的就被拉回来了。然后呢，再来儿子女儿呢就开始在吵架了，对不对？争财产，你听了会很难过。你那时候躺在那里，身体不能动，但你会流眼泪。然后呢，你的业力呢像狂风暴雨的海浪，别人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又是黑暗，又是打雷，又是下雨。钱呢，你要去哪里你也不知道。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现在也念不起来了，
念大悲咒，娑婆诃，娑婆诃也忘记了。那你也等着极乐世界现前，可是呢，业很可怕，像大海的海浪。前面你自己不知道去哪里，旁边有这么多的眷属、财产，还有对不对 ？P.O. box 里面的存款呢，连密码都不愿意写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太多的放不下，最后呢，就像在表演看一样，就断气了。真的就这样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生命是很无常的。假如你平常不来修行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就算当时帮你送最好的大风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，那要看敌得过你的业力，敌得过你的业力，你还会投胎我往生极乐净土。若敌不过你的业力呢，那师父只有跟你讲句真话，等来生吧。可能还要很多事很多事。我这一生学佛的时候，从在家开始一直到出家，很惭愧地说，帮助了不少的人。有些人他得到解脱了，有些人继续轮回啦，那就等来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要加油。接下来再看新的训练，你的新的训练，昨天给你放很多图片，对不起，昨天有点晚了哈，跟各位抱歉。今天我会控制准时10点，一定下课。我9:55就开始唱回向文，希望你慈悲一点啊！师父半年才来一次，明年呢，我一年才会来一次的，因为明年8月我就开始飞往德国弘法了，那只有在梦中见吧。好，请看我们新的训练，刚开始像蜡烛，我们谢谢大会，最后一天我们都会点灯。在这几年呢，东南亚弘法，我能够的话，最后一场点，我都会带所有人点灯发愿。点灯的功德是很殊胜的。接下来，你要训练你的心，像放光的灯塔一般，对不对？你的心的力量要很强。其实现代人生病，病有很多，其中有一个罪呢，是大的病是什么？请写下来，叫多愁善感，写下来。动不动就说，哎呀，我快不行了。我在台湾呢，有时候坐 MRT 的时候，下了课呢，师父要赶去精舍上课，我也要坐 MRT。啊，学生下课了，我听到两个年轻人呢说什么，哎呀，今天累死了，我真是背筋结绳，心力交瘁呀。哦，这学生的古文还不错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。另外一个说，哎呦，你这么一讲，我也没力了。两个年轻人18岁，师父呢年龄都比他大，我都比他有力嘞。所以现代的人什么，你病啊，最大的心的病是什么？多愁善感。你动不动呢就告诉自己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心的力量太弱了。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，可是心的力量是很大的。你要训练自己的心，英文常常讲 Never give up，永远不要放弃，对不对？你看年轻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么辛苦，每天工作赚钱，工作赚钱，为什么？就是用生命去赚钱。各位听到了没有？钱。你们满脑子也是想钱的比较多，想观音菩萨少一点。只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想到观音菩萨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他用年轻，对不对？拼命做做做做做做，就是赚钱。到了赚钱了以后呢，做什么？然后到老的时候用钱来买命啊。再讲个笑话给你听。台湾有两个年轻人 A 跟 B， 到了公司上班， A 呢问 B 好朋友说，请问你一毕业以后你要赚什么钱？我们台湾叫奖助学金，就是读书的钱。因为现在台湾年轻人很多是半工半读的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赚钱缴学费分期付款。第二个呢， A 又问他，那 B 呢，请问你赚完奖助学金的钱赚什么钱呢？他说我很想买一部车，我想贷款赚呢这车子的钱。好，第三个，那赚完以后还赚什么钱呢？我要赚买房子的钱，我不要做光牛族到处搬家很可怜，那一贷款起码要20年贷款。现在呢，因为经济不景气，很多银行开始贷款是25年。接下来他就问，那你买完贷款的钱，也赚房子的钱，接下来你赚什么钱？看医生的钱。你看啊，当你的家人生病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啊
很多很多钱，那话一万、三万跟五万的马币，就是希望你的家人能够多活一天嘛。你用尽所有的方法，就是希望他活下来啊，对不对？心的力量其实是很强的，但是你要训练。再看，最后你能够训练到像佛菩萨一样，你的心遍照全球的都市跟所有的国家，那你就有出轮回的功德力了。好，这是复习昨天的，请看经文。丁一，其数灵缘放光分二，请看101页24行 ，page 101 ，line 24。其数缘放光，请看经文分二，物一欲往他处。物二现无量光，好，经文是接着前面。这时候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告诉大力阿修罗王，阿修罗上一次介绍过，阿修罗王是呢修很大的福报，但是嗔心很重，然后呢常常成为战神而跟天上打架。那观世音菩萨度了阿修罗王，说我现在要去奇数几孤独园，就是我第一天放的短片，有没有？奇缘精舍，佛在那边呢的度了24个结下安居。今天呢佛有法会，所以大众集会，我要去那里。请看物二现无量光，事实观世音菩萨可以放无数的杂色光芒，这无数的杂色光芒简单的说就像彩虹的光芒。我们人间的彩虹是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从美学色彩学讲是这七种颜色，可是观世音菩萨是放无量的杂色光芒，所谓青色放青色光，黄色还有红色、白色，还有波指加色。波指加色可以写在旁边，就是琉璃的颜色。新加坡的佛友很多，我也观察到道殿大殿都喜欢用水晶或琉璃供佛，波指加色就是琉璃的颜色。接下来金色，好，这里的金色都各有它的特殊意思，不过我简单讲，白色代表清净不染，金色代表如来藏真如本色的显现。青色，第一个青色代表天空虚空啊，藏传佛教常常呢药师佛是观青色的。黄色的话像文殊师利菩萨是放黄色的，代表智慧。红色的呢是西方阿弥陀佛莲花部的主尊，所以放红色。所以简单说有无量无边的光芒。请看经文，如是光明往韦舍福如来前，把韦舍如福来韦舍福如来画一个句号，画一个线，表示观世音菩萨当时讲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的时候，当时有一尊佛出世，叫韦舍福如来。啊，我们过去有千佛，未来也有千佛，现在也有千佛。事实上，佛呢不只是三千佛，有无量无边的佛。那这里要说一个重点。佛有无量，那也说明我们轮回无有穷尽。我们呢事实上也有很多事，佛教不会只是讲只有一事，有过去无量无边的。尤其有些莲友，当你用功或在禅定中闭关的时候，或密集式用功，你会做梦到很多事，很多事以前的，甚至你会看到自己是唐朝的人，或宋元明的人，是穿着古装的，没有错，那是你过去式的记忆。最近韩国佛教也非常的兴盛啊，大家知道台湾的年轻人都喜欢韩流，韩是不是那个寒冷的韩，韩国的韩，看韩剧，看韩国的电影，学甚至呢学韩国的语言。我问过台湾的年轻人，我说你第一个想的语言是写什么，韩文，师父会讲两句话，嗡拥哈塞楼，就是你好吗，还有一个康山米达，谢谢你，我就这两句就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了，其他大概讲英文。
好，那在韩国佛教现在也进入台湾，韩国还有禅宗，也有华严宗，也有净土宗。韩国人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，在我看到近代韩国的几个出家众当中，他在禅定当中，他就看到自己过去世是南宋的中国人。甚至最近有一个法师，他自己就是说，他在闭关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自己过去世是中国唐朝的一位女居士，是女生，这一世的他是男生，可是他看到自己啊，多生多劫在唐朝的时候是这个女生，他很慈悲，也是佛教徒，而且他生了很多娃娃，他非常喜欢小孩，拼命生。可是呢，他生了很多孩子，好像听说生了十个吧，其中有一个孩子啊，死了以后意外呢，他天天为他流眼泪，一直流到他断气。最后他在禅定中看到自己这一幕了，他才知道情执非常的深重啊，他就放下，所以他觉得出家修行好。那这一世虽然是他的男众，可是他会有一点点女众的习气。所以在轮回里，我跟你讲过，每一个人也当过在家出家，也当过男众女众的。所以人的生命是无有穷尽的，就像我常常比喻，从河流上游流到中游，中游一定会流到下游，上游代表你过去世，所谓过去世是你这一世，比如说这一生你投胎在新加坡，你往前数，你可能也是中国里面的修行人，不论在家出家。我也听说还在做新加坡很多莲友都是过去中国大师父啊，赶金灿的法师，所以赶得圆圆的来新加坡投胎，可能我也不知道我跟新加坡为什么这么有缘啊，一定是有善缘也有复杂的缘。那今生如何，那你还要看你继续修，所以来生一定你还会有新的生命。所以佛教讲是无有穷尽的生命，无有穷尽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有无有穷尽的希望，你可以有无有穷尽的时间，满你无有穷尽的菩萨愿。其实人生很短，七八十年就投胎了，投胎到哪里，那要看你过去生跟今生的努力。假如你修持得很好，能够上升所有的净佛国土，当然师父就恭喜你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就来生继续当人，继续行菩萨道，继续学佛法。假如很不幸，你这辈子不控制自己的身口意，造了很多恶业，有伤害众生，那你来生呢，可能呢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去受苦的。所以生命是自己把握而创造的，这个是很公平的。请看下面经文，如是光明王韦设伏如来前，当时有天龙八部要叉啊，这里念萨叉婆紧那罗摩护那尔并诸人等，其实它是天龙八部的不同发译，一般念天龙要叉钱达婆紧那罗阿修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。一般我们念的这个翻译版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接下来都共同集会，不但天龙八部来，而且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摩诃萨都来集会。都来集会做什么呢？听佛介绍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，以及介绍六字大明咒的法门。请看102页第三行丁二，光明所生因缘分二。悟一问曰，这时大会中有一个菩萨叫虚空藏菩萨。好，虚空藏菩萨图片我上次给各位看过，虚空藏菩萨是东密里面八大菩萨之一，在台湾跟东南亚你们比较少了解。我昨天念过八大菩萨啊，再念一次，大势至观世音菩萨、文殊、普贤、弥勒跟地藏，然后呢除盖藏跟虚空藏。除盖藏跟虚空藏，尤其在虚空藏菩萨是在东密里面有虚空藏咒。举个例子，像由日本到中国求密法的，回到中国的叫空海大师，回到日本
高野山他就是主修虚空藏菩萨，当然他也修观音菩萨，他的本宗是虚空藏菩萨，所以虚空藏也有虚空藏菩萨的咒语，在新加坡可能比较少见啊。我记得菩提阁是有虚空藏菩萨的雕像，在香港智联净院对吧，照片可能你上网，他有虚空藏菩萨的造型，好，改天我找到再给你看。然后呢，虚空藏菩萨也是八大菩萨之一，他的功德力跟观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一样非常广大。这时候他站起来从坐而起，整理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这是南传佛教礼佛的这个仪轨。恭敬的合掌向佛说，请问世尊，今天光明从哪里来呢？答曰，佛告善男子，今此光明是观世音菩萨在大力的阿修罗王宫就放光，待会这个光呢照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观世音菩萨将待会就会来到这里。好，这是讲因缘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丁三，云何面见圣者。分二，请看物一，问曰，时虚空藏菩萨问世尊说，我今以什么样的善巧方便可以见到观世音菩萨。好，把善巧方便以何方便画起来，做个记号。可见呢，一般人你没有因缘，你是看不到观世音菩萨的。我说过，观音菩萨他是圣人，他不住在娑婆世界，他住在极乐的净佛国土。那观音菩萨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得到他呢？是因为他无私的大悲愿心。有些人可能在梦中见过观世音菩萨，有些人呢是在紧急苦难中你见过观世音菩萨，有些人是在念大悲神咒或诵经或禅定当中你见到观世音菩萨。答案是什么？是观音菩萨他发愿要让你对佛法呢升起信愿心。所以以何方便见到佛菩萨，他是有条件的。举一个例子，你们不会在这边走在马路上没事就见到新加坡总理吧？当然了，他也会来关心大家，没有错啊。我看到报章杂志电视也他会出来关心大家，可是你要见新加坡总理，你第一个先要打电话到政府部门，还要跟他的秘书 making appointment， 而且要看总理有空，总理也会问你来见我干什么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很多条件啊。而且好，就算他给你时间可能很短，15分钟跟半个小时，那一天你不能睡过头或拉肚子吧，你要身心很健康你才能够见到总理吧。你看见到世间的总理或者是总统，你都要很多条件，同样的见观世音菩萨也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的。好，请看下面，我今以何方便而能见彼观自在菩萨。悟二答曰，佛告善男子，彼菩萨亦当来此，就是观世音菩萨马上就会来，你待会就会见得到。这时候观自在菩萨出了大力阿修罗的王宫，在奇陀陵园，忽然呢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力就从天上掉了各种曼陀罗花，然后有各种宝树，这些庄严之物珍珠璎珞，为什么呢？代表观音菩萨戒定慧的功德力显现，还有他要供这个供养为舍福如来跟与会大众。所以请看经文，奇陀陵园忽然有天妙花树、天劫波树。好，第一个是树，第二个而有无数的诸天仙妙杂色庄严，它有花，第三个悬各种百种珍珠璎珞，所以这是珍宝。为什么呢？待会会解释哈。又悬各种交湿加衣及种种的衣服，这是宝衣。树，好，第一个先说树，这个世界大家都喜欢树，你看人也喜欢树，天气太热的时候你会到树下乘凉，鸟呢太热的时候它也会飞抵到树底下，这个树代表什么？写在旁边
菩提树王，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说，这叫菩提树王。在西方极乐世界宝树片国院里面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很多宝树，可见十方佛国土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喜欢树，所以从这里可以推测，除了地球以外，其他的世界众生也很喜欢树木，因为树木有遮蔽保护你，还有乘凉的意思。第二个花，花代表六度万恒因果同时。第三个珍珠璎珞代表装饰品，表示所有的众生都喜欢美丽，所以这个珍珠璎珞从哪里来？从你的戒定慧而来修持的。所以现在再看下面的经文，树的身体枝条非常的庄严，它的颜色有一点深红，以金银为叶，是而且有无数的妙微妙的妙香树。这个树呢，不但是庄严，还会产生香，就像我们讲的檀香或沉香一样，它会发出香味。殊妙花树，而且还有很多的宝池、水池。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呢，认为贵族他才会有花园，花园里面会有水池，水池里面呢，花园里面还会有孔雀。在印度的文化里面，这是认为最富贵的，所以佛教从印度来，所以你会发觉它描述的很多是古代印度的王公贵族的生活，代表贵族所拥有的生活呢，佛菩萨也都拥有，却也不执着，所以可以看到无数宝池。现在你很少持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家只有浴缸，哎，有些家我还发现没有浴缸，只有水龙头，对不对？因为新加坡房子比较小。可是若是大型的所谓的一个政府主屋里面呢，可能会建什么游泳池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再看，有百千万杂色妙花充满其中，出现如是。刚才说花呢是代表六度万恒因果同时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丁巳102页第17行，丁巳菩萨光明遍照分三，请看问物一问曰：时虚空藏菩萨又在请问观世音菩萨，于今何故而还没有来呢？物二答言：佛告善男子啊，观世音菩萨刚刚呢在大力阿修罗王宫里面呢、出来，然后他度很多很多的众生，有一个地方叫做黑暗，黑暗就是没有人能到，注意没有人呢，那能到代表他的业力。善男子比黑暗处呢，是太阳月光、太阳月亮所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。可是既然照不到，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去呢？答案：观音菩萨他的心有如摩尼宝一般，名曰随愿。所以大悲观音菩萨啊，又有叫做如意轮观音，如意就是满你的愿望，而于恒时发出无量的光明遍照，而在这个黑暗当中有无数的百千万的耀叉止住在其中。好，经文到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，第一个黑暗代表自己的业力，业力黑暗盖住的时候呢，是太阳跟月亮所照不到的地方。所以佛教呢，不单单像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它度的是六道一切的众生。虽然讲六道，其实它是归纳说，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空间。有些地方啊，会暗到呢，太阳跟月亮的光都照不到。从这经文里可以看得到，可见呢，这个世界有多元化的空间。我们讲六度空间、三度空间或讲十度空间呢，其实那是还是有限，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空间。举一个例子，新加坡也很少看到坟墓哈、新加坡真的太干净了，什么都没有，鸡也看不到，猪也看不到，哈哈，哎呀，坟墓也看不到啊、对，你们啊、OK， 好吧，像在台湾，你若看到呢火葬场，对不对？有坟墓。坟墓在我们白天看到的时候是墓碑，不管是基督教、天主教或是佛教徒的这个坟墓，假如土葬的话，那个地方是坟墓，可是到晚上太阳一下山的坟墓就是鬼的家，在佛经里也是这么写。
所以晚上没事不要去坟墓走，因为呢没事呢你会碰到鬼的，因为那个就是他的家，你眼睛看不到，你必须有缘才看得到。同样的，对不对？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空间。举一个例子，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读书，叫 Teacher College， 我们是在总统府背后，我们读五年的。在日据时代，那个时候就是枪杀犯人的坟场，所以呢在背后的时候晚上啊，那时候我刚刚学佛了，然后呢哎，我的佛像啊，我的书桌场面有供佛菩萨。我印象中很深，有一天我们宿舍闹鬼了，然后听到呢有人叮叮咚咚叮叮咚咚，所以呢我们班的同学全部呢都挤到我的房间来了。我说为什么你都跑来，他说因为你房间有佛。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第二天白天了，然后人家跟我讲说那个地方以前有人跳楼自杀过。然后呢那时候我是在家居士，我学佛了，我念大悲神咒，我就走上去，我真正感觉阴森森的，然后我没有看到什么，我就在那边绕了三圈，为念大悲神咒，然后念观世音菩萨回向给他们。后来我听我们的教官跟老师说，在日据时代我们的宿舍啊，下面全部都是尸体，都是坟场，枪杀的犯人的地方。所以我讲这个什么，不是要吓你，全世界每一个房子都有死过人，每一个空间里都有，只是你不察觉而已，知道吗？那有些众生的业呢，它是非常重的，所以黑暗的地方是没有太阳跟月亮的光芒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太阳跟月亮的光芒照不到，什么东西可以达到呢？钟声，寺庙的钟跟鼓的声音，这也就是佛教特别重视的地方。当然我也知道基督教也有那种教堂的钟，叮当叮当，然后呢回教也有，印度教呢也有小的钟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佛教的钟，注意看它上面一定刻了很多经文佛号跟咒语，当它敲钟的时候，咚，它的声音会传到地狱幽冥界众生，像这个黑暗的地方虽然没有光，但是他会听到你们的诵经跟念佛的声音。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因为现在的钟跟鼓都在市区，从人类住宅安宁的角度来讲，你不能随便敲钟，假如你一敲呢，可能隔壁基督教跟天主教的联友就 call to the police complain， 对不对？可是在我们台湾很多寺庙都在郊区，对不对？在郊区，那他早晚是敲暮鼓晨钟的，可以度无量劫的幽冥界众生，这是真实存在的，不要怀疑。第二个，当然在诸事弘法的道场也会看情况，现在在台北市里面呢就没有钟跟鼓，只有暮鱼跟引磬而已。就像我们的道场，我们没有钟跟鼓，因为在台北市是不可以敲钟的，敲钟是要被罚钱的。那沐浴跟引磬呢也是声音很大，我们还要做隔音的设备，才不会吵到左邻右舍的，这是不得已现代的时代。好，接下来再看，有如意宝名曰随愿，随愿是指观世音菩萨如意轮观音。观音菩萨刚才讲黑暗的地方是没有人到，那为什么现在观音菩萨可以去呢？答案是他的大悲愿力，他可以穿破一切的障碍，而名曰随愿，而于恒时发光明照。这个发光明照就是观世音菩萨放光，所以无量的百千万的药叉住在那里，为什么呢？等观音菩萨来度他。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，悟三欢喜礼敬，这个时候见到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无量的百千万的药叉见到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欢喜，因为观音菩萨非常的庄严，而且他会放出慈悲柔和的光，让所有与会大众见到观世音菩萨进入这个所谓的黑暗的世界当中，心怀欢喜，踊跃跟着跑过来，全部来顶礼迎接圣观自在菩萨，头面礼足。接下来而问讯说，菩萨你今天辛苦吗？好久没有来这个黑暗之地呀、请问你们若见到菩萨，你第一个问他什么？在法华经里面大概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多宝佛派这个
菩萨他的学士拿一个金色莲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，都第一句话问啊，如来对四大和合佛，身心安稳佛，没有疲倦佛，众生易度佛，意思是就是古代就是礼貌性的慰问说，请问你四大和合就是你的身体好吗？现在日本人不是第一句话见到你 Onyenki desu ka? Ninki desu no? 对不对？ Onyenki desu ka? 就是问你你的身体好吗，对不对？而我们中国人第一句话都问你，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不？中国人吃比较重要啊。所以一般人我们问到人家就是问你，那外国人第一句话 Are you happy today? 对不对？你今天快乐吗？好，当我们问菩萨呢，所以会问你，意思是说你今天疲劳吗？其实菩萨根本不会疲劳，意思是说众生好度吗？一般菩萨会想说菩萨难做，众生难度。他说你很久已经没有来黑暗之地的，对不对？观世音菩萨很忙的，来了做什么？请观音菩萨说，请看，观自在菩萨言，我为救度所有的一切有情故，我才来这里的。来，再看丁五，持经功德难量分六段，接下来分六段，在102页倒数第一行，一直翻到106页。好，这六段有一点长，也很重要。我先讲第一个，持经功德难量。说明念大乘庄严宝王经，这部经功德很大。好，在这个要讲持经功德之前，我先说一个重点。佛开无量法，就像一个药铺一样，那都有开很多很多的药方。有时候你会说，哎呀，师父，华严经经中之王。下一个，这个讲座完，我要去这个慈光福利协会，对不对？法华经也是经中之王。然后呢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必修的成佛法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三世诸佛请摩诃般若波罗蜜而出生，就像各位读金刚经、心经跟般若经，般若经也是经中之王啊。那请问你啊，你就有问题，这么经都这么殊胜，好，那到底哪个是经中王呢？答案是有分两个说法。第一个，从法的角度来讲，它本身是平等的，可是对众生来讲，就像药有快速也有慢一点的，就像灯泡，看大殿的灯泡，有些很亮，有些呢不太亮，最亮的是什么？太阳能。所以对众生而说，因为众生的福德因缘不同，的确功德是有差别的。所以下面我讲这一段，你不要顶我的嘴，师父不要分别，错，你用错了地方。这个地方要分别，分别正邪真假，分别功德的大小轻重快慢。好，那这是讲经。那咒呢？有啊，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大佛顶首楞严神咒，还有大悲神咒、准提神咒，这个力量都非常的大。第二个还有一个尊胜陀罗尼咒，也是力量很大。在新加坡最近呢，大家很多人也喜欢念一切如来秘密陀罗尼心咒，其实这也是佛说的。换句话说，咒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在所有功德里面最大的呢，应该是准提神咒、大悲神咒跟楞严神咒。所以你啊，只要挑一个专心去修，都会产生很大的力量的。所以佛才会要讲持经的功德里面它是有深浅的，这是依众生的福德因缘而说。请看下面的经文，102页第28行，丁五，持经功德难量分六，戊一，祈请菩萨说法。请看经文，十比药叉，好不容易看到观世音菩萨来我们黑暗的洞窟里面，当然他们就用了金银珍宝而布置，而且布置了一个狮子宝座，请观世音菩萨就坐，这代表他们的虔诚心。而且呢，还请他就坐之外，还请他说法。翻过来，经文103页。于是菩萨为彼所有药叉众说法，汝当谛听。
讲什么经呢？就讲这部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，它简称为《庄严宝王》，那也就是讲六字大明咒的功德。甚至观世音菩萨告诉他，若有众生听过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的一记一句，而能受持或读诵或为众生解说，乃至于心常常思维观世音菩萨。